会挂了回潮吗？嗯，要挂了，十九。那等我去抓。打雷狼龙啊，他都来了。不确定是不是快挂啊？开活蹦乱跳。雷狼龙快挂。破背。奇策。下来。好惨。哦，一定可以抓了，十三了。好了。火龙，火龙，火龙，好多火龙。套句我说的套路。雷狼都出来了，不打。给你的亮亮好用吗？还在习惯，太亮了。Too shining。两个荧光棒在地上。不是说石头也会变荧光棒吗？对啊。人岛之心，森林。对嘞，每生完一个都会加一。对啊，固定。我蛮想全打的，到时候再去用。雷狼龙要回森林的。好。再去森林就好了。靠！一号营地跳下来就到了，气死，吓到。啊、他的他回到森林了，我想要在森林等他。米兹给打，跑掉了。哦，一号营地右转就跳下来，右转。然后闻一闻，突然出招的啦！转啦、啊！转啦、啊！转啦、啊！你这波给我！你的右手交出来！找不到我。
哇，你把它炸下来嘞！帅吧？我跟谁？我已经快升华成寄生虫了。寄生虫就是干扰宿主的行为。可以，以后就叫你铁线虫了。那我是要把它引到水旁边才出来的。有，它现在在水旁边。有牛龙，有人乱哦，烂哦！哇，被牛龙吃了！不要拍我！啊呜！啊呜！贼狼咆哮！啊呜！片狼咆哮！二十，十九。白卡，嗯，那我去抓他了。好，他白卡，是白卡吗？九趴，他现在乱跑，他现在愤怒状态啊，所以他会冲刺啊。我敲头，来了，有了，他跳，有了，进洞。黑狼鸟黄怒，这边叫我出力战的黄怒吗？我还没打过力战。我看看、啊，基本上应该是每一般叫有七六或七吧。谁一直叫啦？母牛龙是不是一直狂叫？是。被卡了，这个。
承接有出。黄怒恐暴哈。对啊，他叫我出来立战的吗？我看看啊。鹿山虎呆地。出发，把我们轰死。不是立战的就沟通。哎、欸，原来不屈有一家属那哦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嗯？不屈有一家属是耐性的。每个攻击防御都一点一，最多两次。上个厕所。嗯。叫了出来，立战的。解操交换吗？啊？怎么？我们看你啊，你要换装吗？还是不用？他问你要不要去输出？我在想，要换布斯。我这台不是补啊。啊？改，他不是补、啊，他都没有在补。哦。你看到刚刚所有的粉尘都说啥？还有一些粉尘的。刚刚那一场八分成差不多少了、欸。谁出现了？毒妖娘。变。我要打黄木。哼。都叫出来都不打他，跟他约好了不打他，他多难过。大概96鹿山虎从三号过去吧。四号我有预感，我会先死掉。嗯嗯嗯嗯。我正品书。四个探卷哦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鼠奈没有加，所以刚刚那是节操吹笛子的关系。没错，那是我的鼠奈，谢谢。那、我刚问了，你竟然没有回我。我没有听到，你看。我也没听到。你就说，不是他有讲，他有讲。我就听到他说，哎、欸，嗯，他说不许有加鼠奈，我说原来如此。所以我在问说布局是不是有加鼠奈，因为我有看到我的上身，然后我就很疑惑，因为我还看了技能，他只说防御跟攻击增加。哎，我还没用布局，我不知道了。你就说是你吹的嘛？对啊，我以为我吹的加上布局加的防御力啊。没有，是那个都全部都是你吹的。别咬了，大哥，这面墙是假的，请你换进去后面墙。没有啊，现在是真的了。他是真的吗？重置过啦、啊，出去过了哎、欸。看来这个阿强是不会骗我的。干你把他喷到我这边来，我操你的嘞！不是你骗我的，阿强是假的。我遭报应了啊！我被喷到哎、欸。哦，那个阿强是假的。要再装一次吗？要换了个墙啊！我们找一个另外一个墙好了。真正拉墙。那边吧，走吧，带他走。啊，波西这边看起来很真。好，可是他看起来在找我。你就过来啊！哦、我就该过来了。欸、我推错果然还是这个墙好。波西的墙壁最不对位。要不是打过大金了，你真的也很大。
都是看起来没有上次看那个大大这只大鹰啊，都是有大鹰。哎、欸，我在他尾巴直接被咬到嘴巴里面去了，帮你砸了一个了，剩下的就是看施主造化。施主决定出家了，准备施主觉得要去穿哪一装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节操不是奶吗？啊，我换了、啊。哦，好好好。那不是有时候换了。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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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喝。我以为我们这里面有补食，太说了。而且我那一套也不是奶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想要刚刚繁星问你，你们两个已经达成共识了。差一点点，布局效果结束。啊！我被咬了！别咬我！谁被咬了？我被咬了！啊！他躲歪了，他那很可怕，他找附近钻地板。哇！他那个洞地洞很恐怖啊，而且很痛。这个哈欠完蛋了，看来你只要去睡了。嗯，越来越僵僵了。完了，不需效果结束。需要软化一下头。来啦！哇，伤害从42变成37了，相当多。
还没有。哎呦，我刚，哎，我不是找两个人。分析就是没有挨一下，完全没有注意到。靠腰，我睡着了。没有啦，死得很无奈啊。哎，我要跟你们走了。妈，中龙属性又降防御，我不知道怎么按呢、啊。按你的帽子。还在另外一边吗？都可以通啊。不是，我是说他的帽子是送到另外一边吗？是。哦，原来是跑到另外一边去。恐怖。哦。这一波死伤惨烈，还有一个大动作就去了。哇，很吃很吃。哇哇哇哇哇！没事。哎、欸，屁嘞！我大鱼直接没了。对啊。啊！刚刚要是没有大毅力，我的布区又发动第二次了。看我欠你多少钱啊！妈的嘞！追着跑，笑死！哎、欸，大林曼玉耶，这只，真的假的？大林曼玉，我捡到大林曼玉。看来我以前都打错了，不该打古龙的，打他就好了。这比古龙还打多了，我的天！很冷，是打哈欠。真的该关台睡觉了。可以早点睡。啊，被抓到了，好死！明天不要再两点了。哎、欸欸，不行就扑就对了。哦，
啊，失衡。可惜，马上生气耶！我转身了，我无敌了。啊，又被抓了，好吃！看我根本就在冰柜里面玩电脑啊，气死！真的，我也有这个感觉。他火攻了10%，10%，10%。他还是没有掰开，要不要等？再打开。刚转身一撞就来抓他。啊！我下来就被打飞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徐徐输出。哎呦，没有了。黑红龙，凶爪黑脚。哈，这只好难打哦，这只比刚你有一大灵脉玉耶，该你好像那个红莲包玲珑，他们这只也会掉。红莲是之后的事吧？可能是危险度三颗星吧，这只也是危险。调查报告，大灵脉玉没有。好啦，今天到这边啦，关台。哇，经验有够多。啊，这是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今天好冷哦、喔，冷到我真的是头好痛哦、喔，想直接睡觉了。今天早点休息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现在好冷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